哇，这就是兔兔的公司吗？哇，这就是兔兔公司的美少女吗？哦，兔兔、皮友、十四、苏婉、武飞、西西、宝仪、乾坤、唐仪、雨飞，哇！大家看，这是蓝衣服的兔兔，哇！这是大头兔兔，哇！这是站中间的兔兔，哇！这是也是站中间的兔兔，哇！穿着可爱衣服的兔兔，哇！坐在中间的兔兔，哇！还是坐在中间的兔兔，这些美少女我都认识，这个是 Kill 啊，兔兔十四，母妃苏婉，哇！我都认识，哇！这是兔兔吗？哇！这是真的兔兔吗？啊！你是真的兔兔吗？不是照片里出来的兔兔，而是真真实实的兔兔站在这里吗？啊！开了，开始你的表演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，耶耶！哇，你们给大家看看兔兔的泳装照，哇，给大家读一读兔兔的，血型是 AB 型，你是摩羯座。要是我这里把你的三维读出来，你是不是会对我记恨如仇啊？遇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，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。啊，一起走。不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？那我再递到大爷。我 P B 电了。再见了，心爱的梦中女孩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剪。狮子再见。啊，再见。狮子再见。狮子再见。狮子再见了。狮子再见了。再见了，心爱的梦中女孩。我这辈子没有穿过这么土的衣服，屎黄色的裤子。还巨他妈热，黄色的高领毛衣，我的天哪，高领毛衣，我这辈子没穿过这东西。还有屎绿色的衣服，哎呀，受不了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表情？这戳到了你奇怪的点。对，我是脚被戳到了奇怪的点。不是这样走过来吗？这样笑着走过来。你怎么了？等会儿啊，把不温机调整，脚不对。等会儿啊，有人。喂，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嘞？你踩到了我的袖子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怎么了？是我昨天我踩到了你的什么？袖子啊。啊？我的袖子。哎，我现在好不容易混进了这个 B 站的大楼啊，然后这里存在着两个2233鸟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22。你接呀，你咬我。大家好，我是22。啊，小海皇，也许是前世500次的回眸。换来了今生的相遇，你那性感的嘴唇像星星。来头，到你的脑袋头。哎，不至于，再来一遍。啊，海皇小哥哥，你这个博主，我等了一辈子，我这辈子
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和你一起拍视频，请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拍海皇挑战吗？一辈子的那种哟，哇，来啊，一辈子的那种哟，你莫爱呀，哎呦我天哪，49，哇，羡慕，强啊，强呀，爱豆，我操，你可以，我适合做爱豆的，49和兔子是一样做的。